谈完了立和同均呢，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戒和同尊。什么叫戒和同尊？在一个工作场所或者是一个社团里面，又如何做到戒和同尊呢？让我们来请示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郑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是不是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戒和同尊，好不好？一般的人听到说戒律的那个戒，都有一点觉得有点排斥。因为害怕什么戒律，那么戒贵森严啊，什么清规啊，戒律啊，大家都有点怕。其实这个戒的意思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共同生活的规约，或者是共同生活的规则，或者共同生活的规范，那叫做戒。佛教内部的生活规范就是戒。戒呢也有不同的层次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身份的人，你就遵守到什么样的层次的生活规范。刚刚学佛的人，我们叫他叫受五戒，那叫他不要杀人，叫不要偷盗，叫他不要邪淫，不要用说谎来欺骗人，让人家受损失，不要花天酒地。那这个是对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格的养成，或者是呢对一个生活的正常生活的一个保护啊，非常有用的。那这个不是说一个什么不得了的事，我们一般的人都应该啊，这是基本的这个人的一个生活原则嘛，是健康的生活的原则，是这样子。那就如果出家人的话呢，那就更多的一点，因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生活的方式，要是在家人可以结婚，出家人不能结婚了，那应该要遵守说不婚的不结婚的一个原则。那出家人呢跟在家人又有一个不同的，就是财产。在家人没有财产不行啊，出家人不需要财产，出家人他自己奉献给所有的众生，需要有自己的财产。那么在一般的团体来讲，童子军好像有童子军的守则嘛，是军人有军人的守则嘛，就是戒律了，就是等于是啊。我因此呢，我们在这工作场所来讲，如果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公司，乃至于小的到一个仅仅的一个家庭的工厂，或者是一个家庭，因为所以家有家规，那这个家庭是乱的。那一个工厂里边没有一个作息的规则，那工厂啊可能一时间还不错，但是时间久了以后，那个工厂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就是不平衡，劳逸不均，这个也会引起啊问题啊。那么这种规范呢，这叫做就是戒。两个人共同体的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集合，两个人有默契，默契从哪里来，是共同遵守哪几点这个项目一定要遵守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遵守的默契的话，两个人一定会摩擦。那发生摩擦以后，这两个人就不能够住在一起，那就是分道扬镳了。要再住在一起，一定彼此之间有共同的生活规则，要共同的遵守。那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一定有夫妻的这个，我们没有夫妻公约，但是呢夫妻应该夫妻的有一种责任，或者是呢夫妻太太像太太，丈夫像丈夫，各守各的本分，各守各的责任，这个还是叫做规律，还是叫做也是叫做戒了。那么共同遵守呢，那就是大家和谐相处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呢一个共同性的一种社会的一种需求。
需要把它放大来讲、嗯、那好像就是讲，我想就是现在人常讲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样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任何人都要守法。这个法是什么？法是共同的规则嘛，违背这个规则就变成了犯法，犯法的时候就会伤害到人，犯法就是伤害到人叫做犯法。是，可是万一有人他就是不遵守呢、哦、其实这个戒律啊不是哪一个人定的，而是共同的，这共同的规约是共同大家通过的，这个共同认定的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是释迦牟尼佛制定的，可制定以后啊因人因事的改变呢，戒律在改变，也就是说适应当时需求而做成这样的一个戒律。不遵守怎么样？不遵守哎，就大家通过的，你不遵守那你就不能够享受我们这个团体里边的任何权利了，你共住的权利都没有，所以他就不能在这个团体里面生活下去。一定是这样子啊，夫妻两个人彼此都不遵守这个自己的共同的默契的这个规约的话，那夫妻俩还能坐在一起吗？如果我们不是把它在生团里面实施，而是在一般的社团里面实施，那怎么样做到戒和同尊？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小组，或者是有一个人，比如说宪法是一个宪法小组，制宪小组讨论研议，然后呢成为一个草案，然后到国民大会通过。那么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也是一样的，也是需要有人来把它研究出，提出一个草案来，让大家来认同，大家又可以提出修正的意见，通过以后大家应该遵守。是，这是共同的规范，有共同的通过来共同的遵循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六合敬呢，虽然是2000年前佛陀的智慧，但是呢因时因地因事制宜，那么到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够享受这样的智慧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